得那一年，那一段岁月，一个小小的家园，天天都怀念。一杯白开水也可以很清甜，一碗热情汤面线是一种思念。好的，来切这一个，好的好的。那我们到切这个过程中再来拍，好不好？哇，你看这里看到满地都是啊，像黄金一样，快点来切。好，黄金之后我们继续切，我们来拍啊。哦，家里家里很切，要开心一下，是吗？今天要上楼去。哦，分一点钱，要不要分钱？好，沙漠才下去。大一斤很甜，大一斤很酸。可是大一斤有分很多种，我们特别哪一种？哎，我们现在主要是这个。哎呀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我们。要跟我们介绍什么？来，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是咸鱼，哎，看一看来，这是很特别的，这是什么咸鱼啊 ？Massive butt， 好，你看一看，先把这个冰箱给它洗回去，好不好？这样子的意思，看到把头剪，好，先把头围结，先剪头剪，我看看，先吃，看看我们看这小朋友吃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？OK， 然后我们来请爸爸再弄多一个，OK， 教我们怎样弄。OK， 为主再弄一个好不好？哇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好，也来再来几根。我先要叫大家弄一个，好，这边要吃来，来们大姐，来，嗯。记得那一年，那一段岁月，一个小小的家园，天天都怀念。一杯白开水，也可以很清甜。一碗热情汤面线，是一种。Thank you.
岁月，一个小小的家园，天天都怀念。一杯白开水也可以很清甜，一碗热情的汤面线是一种思念。心若能放开一点，路就宽一些，财富和幸福之间还有知足做界限。啦啦啦啦，一天天一年年，天天都是好天，不管天多高路多远，祝福你快乐一万年。是晴天是雨天，天天都是好天，知足常乐看新一年，我看见艳阳天。一天天一年年，天天都是好天，不管天多